还是最近有一份民调，就是关于侯市长在那个县市长选举的民调是制霸，那不知道市长怎么看呢？何要再待机嘛？好好做事情啊，我们努力做事情。像今天双北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尤其在柯市长最后的一年，还跟我们新北市努力不断的去解决很多双北的共同生活圈问题，我让朋友觉得很感谢的心情来看待。尤其要谢谢台北市的市民跟新北市的市民，大家并肩作战，所以谢谢我们双北的市民朋友，刚才已经到集齐，我们两个起定叫法都做代志，所以讲感恩，谢谢。